好了，那我们就开始这个新游戏喽。启动我们新游戏，难度调一般好了。我相信我一般应该是可以应付的。他说我妈如果是皮妈就好了，你妈比较好吧？你妈煮饭给你吃，皮妈不煮给你吃哎。史提芬金，史提芬金。In a horror story, the victim keeps asking why. But there can be no explanation. 恐怖小说吗？我说他故事是讲恐怖小说，真的假的？这不是恐怖的啦，这是好玩的。My name is Alan Wake. Alan Wake 啦，他叫 Alan Wake。可是我们大家都讲话说艾伦醒醒，不知道为什么，因为 Wake 的关系吧？ Wake 啊，对吧？应该是吧？安安，大家安安。Vivid imagination, but this dream unsettled me.It was wild and dark and weird, even by my standards. 不要调简单了、啊，真的假的？没关系啊，如果很长的话，我就分段实况没差、啊，反正我们就慢慢玩，一段一段这样慢慢玩。Following a typical nightmare pattern, 很典型的噩梦。Desperately trying to reach my destination, 前往目的地嘛，灯塔。Urgent reason, I couldn't remember. I've been driving too fast down a coastal road to get there. 真的假的？还在玩啊？是，我撞到人了 ，No！It's my fault. I'd seen the hitchhiker too late. 搭便车不是这样搭的吧？声音很小呢，尤其也声音很小。尤其声音很小，真的假的？搭便车不是这样搭的吧？这不是我的错啊！大大，你怎么会在路中间呢？真的制造假车祸，假车祸，练财呀！我车抛锚了。No！他干嘛怕到这样？他转，突然发现不见了，人不见了，尸体不见了。Suddenly, his body was gone. 尸体不见了。第一集噩梦 nightmare. I was in shock from the crash. 他要搭救护车，是不是 ？OK， 哦，前面是有灯塔。好啦，有人说声音太小，那我把声音调大声一点吧。OK， 这样应该好了吧？这样大声了吗？向上看光源吗？向上向下的控制翻的方式吗？否啊。嗯，看到光了。有人也在玩这个呢，哈。对，好像也是有人在玩吧。他开始这样讲。这是什么东西啊？是我的小说吗？可以调查吗？不行。为什么手上车上放那么多这个东西啊？他自己写的小说了，对了。没有，这行好像是他自己的小说。小说啦。他说他是小说家。他自己编的小说，进入他的小说的那个剧情里面。撞到人的时候坏掉了。他说他去灯塔，他知道那边有重要事情等着他。你怎么会知道灯塔重要事情等着你啊？你是什么通天神力吗？就是你这么莫名其妙说，哎、欸，我知道灯塔有东西等着我，等着有怪物等着你把你吃掉吧。OK， 好了，我们就先去灯塔吧。他叫我们去灯塔。是灯塔。好了，我们去灯塔看看吧。说你的收音机放在 YouTube 的哪个影片下？收音机什么东西啊？他说，我说我是放在我的那个啦，我放在我 FB。FB。哎啦。FB 不是 FB。放在我的 FB。FB。哎，前面有东西在闪。可以看一下好了。The bridge had collapsed. I have to find another way to the lighthouse. 卡温保温瓶嘛，我怎么要收集100个？我不懂一个恐怖游戏，收集100个卡温保温瓶可以干嘛？100个卡温保温瓶，说证明你是咖啡保温瓶的大师之类的吗？哎、欸，他醒了。他说：“你妈声音为什么那么小？因为我怕吓到你。”哎、欸，为什么他在我面前 ？Don't even recognize me, do you, Ryder? You think you're God? 他看到你就砍呢、欸。你为什么要砍我？好。哦。看到人就砍你、欸、哈！接下来，他是有什么神经病啊？你只是个笑话，不要靠你的编辑，所以根本没有意思，别人看得懂你的意思。用手电筒追他，防护罩才能打，不锤啦、欸！那个字太小，我看不到。You're a lousy rider. Cheap.Thrills and pretentious shit. That's all you're good for. Just look at me. Look at your work. 哦，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被他追杀的，对了。为什么他莫名其妙追杀我们？
只是我因为我写的烂小说，你要这样子吗？失踪，那是我吗？那个人是我吗？他说在哪了，保特瓶。你看那个，我失踪了，还有 Q 瓦玛，Q 瓦玛是干嘛的？我失踪了，保特瓶嘛，我该拿到啦、啊。手电筒照他，可是我没拿手电筒哎。哎、欸，按空白键可以跳跃。跑。OK， 我过来了。哦，有点恐怖。You missed your time。他说我错过了那个截稿日期。那个凶手就是编辑不要啊！编辑不要啊！编辑，我不敢脱稿啦，让我跑！救命啊！救命啊！哎呦，人呢？很好，躲过的时候会有。大便车人就是在哎、欸、是哦，所以他自己写的小说里面角色突然跑出来了。对呀、啊，就剧中那个什么。没有，就表示说他有精神病吧。哇，这个游戏剧情真的还蛮扯的，只因为他写了一个很烂的小说，所以他就被追杀。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是好人。他说你后面用手电筒照那黑影，然后在路灯下可以加速，可以躲避。真假的？所以通路打开嘛，好，我打开看看好了。他说早知道就写后宫小说。后宫这个不错啊，写后宫小说比较好啊。这样他跑出来的话，我应该很幸福。Hurry， 我过来了。他有枪。你是谁啊？我根本不认识你啊！你到底是谁？好，我们先进去好了。哎、欸，门关起来了。Oh no! Oh no! 拿那个什么砍的？是的。哦。不怕僵尸吧？啊！他做梦了，做噩梦来了。死掉了，做噩梦。哦。哎呦，被发现了。怎么办？救命啊！他人呢？怎么突然没有？跟你说他是做梦的啦。电视机有一个眼睛，你干嘛看我啦？你在看什么看？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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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他性感的眼睛啊！哈哈哈哈，翻白眼了。不是谁有在鬼尖叫？鬼吼鬼叫，很可能。哎呦！死亡陷阱吗？真假的？怎么办？这有路！怎么办？救命啊！啊！完了！我要死了！可是没有出路啊！哎、欸，突然，就帮你打，跟着光走。可是我来了，光！哎哎。You are hurt.你要进入光明之中才可以來。哦，所以我快死掉的时候，我去跟着光走就没问题了。OK， 我们过去看看好了。OK， 我康复了。Well done. Well done. I have something important to tell you. 什么事情 ？For he did not know that beyond the lake he called home lies a deeper, darker ocean green.Where waves are both wild and more serene. 这就是游戏呀。To its ports I've been. Do you understand? No. No. 他直接讲一个 No. 他讲那么多，他就一句 No. 哦。怎么突然飞起？哦。好像有点强。上帝在讲话。梦，他现在跑到梦中了。进入他的梦中来教导你。是那个上帝教他的。教重要的事情吗？所以是我，所以我其实我在睡觉吗？死人呛胆。You can't hurt him now. The darkness protects him from all harm. Only light can drive the darkness away. 用光明驱赶他就对了。OK. Here, take the light. 哦，掉下来了。我射你！不会动。喷
是你，他是你，蓝镜黑。没眼镜啊！我没电了，等一下，等一下，没电了，没电了，我错了，大大。按那个就可以提高亮度了。真的吗？他乱砍我。Here, take the gun. Take the gun. You dead. You dead too. 怕光哈。Yeah. 那死掉。刚跟你讲会没有电呢。Good. 要重新装。You've done well. Remember what I've taught you. That is all. I will give you back your dream now. 哈哈哈哈哈。A terrible darkness was taking over the world. The lighthouse was the last safe place. 所以他说，我知道，我要到灯塔之后我就安全了嘛。OK， 了解了。会暂时让敌人看不见四周嘛？哦，了解了。不过如果我按右键的话，其实它消耗的那个什么电力还蛮快的，对吧？所以我要小心善用嘛。你走开啦！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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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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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呵呵，开玩笑，闪躲大师好吗？喂！呜！受伤了！哦！等一下，你盖伦哦！这么多个、啊，有盖伦啊！救命啊！救命啊！我只是 AD carry 啊！不见了，根本就是草丛轮吧？你不要大喊迪玛西亚，然后冲出来好吗？搞什么鬼？有保温瓶，来喝咖啡吧。悠闲的午后时光。对啊，草丛轮啊，根本有草丛轮。好了，那我们去前进吧。前面又有东西了。Just like you， 太多了吧？他三兄弟是不是？喷泥，喷泥。他砍不到我。他看不到我，呜呼，拜拜！啊！快逃啊！快逃啊！欸、又有，上面有一个。冲啊！救命啊！我错了。欸、为什么有一台车？哦、三个傻瓜，神闪避！又有，是不能往那边走吗？看，冲啊！救命啊！不要啊！哎呦，哎呦！对啊，我没力了，我没力了，好喘，好喘，你体虚，体好虚哦！跑快一点，跑快一点！要某喵啊，要没命的啦！保温瓶，保温瓶，先捡保温瓶。保温瓶到了，快走，快走！好嘞。我们进了灯塔，灯塔看起来像教堂。有光，是光，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早跟你说把盖伦变掉了吧？你不相信？哎、欸，那是底下。保温瓶比命重要。你看，不把盖伦变掉，你看是不是？他只是作家哦，是啦，作家感觉就很弱这样。这是那个 Alan Wake Up。哎呦，又没灯了。艾伦醒醒了。艾伦醒醒了。他就说 Alan Wake。艾伦韦克。哎呦。哎、欸。找到了。Alan Wake Up。做梦了。Just another nightmare。这就是我的梦就对了。You dozed off。Right. 他老婆哈，应该是吧，当时。哦、oh? ，他老婆。Cheer up, handsome. We're here. 所以他在做噩梦了，对了。哎，他在车上了。所以刚才那声音应该就是他那个老婆的声音。手电筒换成了太阳。我、哦、现在故事才开始而已啦。So good. 如何作者写的金是金瓶梅吗？不是吧？你写金瓶梅，你也会死得很凄惨，好吗？Hansen， 耶、yep ，那扣的血算什么？我不知道哎、欸。脱台前，我、哦、是新手教学，是不是？我觉得新手教学就很恐怖嘞、欸，这新手教学好像有点强哎、欸。
真是哦，我要一下现实，难怪哦，看到画面变很清楚了，有没有？对。所以我要搭船过去就对了。Welcome to the 什么 B? Let's act like we're on vacation. Go stand next to that old gentleman. 哦，他们假装去度假。哦，他是我的助手就对了。Sure. 要拍照吗？ I'll even give you a title for the shot. A city boy. Moments before. 下一刻被想吃掉了，城市乡巴佬。好啦，那我就跟他一起拍照好了。Hi. 老头。他是坏人，一定是。Hello there. You picked a good time to visit our town. Deerfest is just 2 weeks away. Deerfest, huh? 还有飞机耶。Did you hear that, honey? 这个老人有点好笑。他是我老婆哦，受嘎，原来是我老婆。I'm Ellen Wake. 他是艾伦韦克耶。叫艾伦韦克啊。那是名字，不是说醒醒。没有，艾伦韦克。只要刚好是做梦，所以他叫 Wake Up。来说 Wake Up。对啊。干脆写迷片哦，也是不错啦。I'm on vacation. In fact.声音会不会小声啊？会小声的话，就跟我讲一下。Fair enough. You can trust me to be not a hard man to track. 还偷拍？我要摆姿势是不是？我要摆什么姿势？我可以摆个什么比较诡异的姿势嘛？我没办法，还是把他推下去之类的。你给我下去！不可以，不行，可恶，烂游戏，不玩了啦。Very nice. I got a couple of really good ones.写老皮小说吗？应该不是吧。人物语言可以调高吗？好像没办法嘞，因为我刚才看他就是最高了。对啊，我可能再把它调高一点。有点累。Yeah. Hey, bestseller. How's my favorite writer? Are you there yet? 写笔充值小说？不是吧？哦，所以说主角是大作家吗？真的假的？这么有名啊？好像腿，好像把他踢下去哦。那我踢一下啦，不是不同的，另外一边。他看起来非常憔悴。我死了，走了。他还颤抖。I love you too, Barry. I love you too. I miss you. 所以那个是我编辑嘛？哎，我没有枪哎，还有血，好恶哦。真的有撞到人。哎呦，一起来。Text message from Barry. He says hi to you too. 迷路。前面有迷路哎。他说迷路的季节。Come on, let's get back to the car. 哎，好了，那我们现在到站了，应该是准备下一段故事喽。哦，迷路，好可爱呀。好吧，我们先上车吧。对啊，我觉得他写的是烂小说，好不好 ？Cabin key from the landlord. A Mr. Carl Stuckey. He's waiting for us. I'll go fill her up while you get the key. I'll pick you up here in say 15 minutes. Sure. 现在要去冒险。Alan,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with me. 不是那个迷路了。Go on. I'll promise to behave. Alan. OK 啊，拜拜。Open.I forgot there were still places like this. Towns where. 他真的是大作家吗 ？Welcome to the Odeer Diner. Hi. 那就是那相片啊。I'm looking for. Alan. 哎呦 ，Alan Walker 啊，花痴，我是花痴。忠实的书迷。我没有，我只是大帅哥。Rose. Rose. Rose. 我认识。Carl Stuckey. Carl. Of course, Mr. Wake.He must have gone to the restroom. He'll be back in a moment. 大家应该知道大明星的感觉了。我真的不敢相信，我有你写的每一本书哎。I got the cutout from the bookstore when they took it out of the window. And you keep it here. Well. 所以这是他放的吗 ？Good for you. 检查一下。Right. 其实我还蛮帅的嘛。Qualification. 好吧，我们。Try the coffee. Just don't blame me when you fall in love, because it'll break your heart when you have to leave. 真的吗？所以你要给我喝就对了。Nothing but black coffee under a thin layer of skin. 他就是意思嘛，他们的幽默不一样哈。对啊 ，OK， 好了，那我们去，应该是要找一下那个吧。他说他要找什么？卡尔什塔奇，卡尔什塔奇。好吧，那我们去找一下卡尔什塔奇吧。